来了。好喝。瞅子，你这啥意思？老哥，你说过咱们各自找各自的金矿脉，你在那边找，我就在这边找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。看来你是要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？哎呀，对着干这仨字儿多难听啊。有句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，咱们门对门的干活多好啊，万一出点啥事儿，咱们相互还有个照应啊。那你既然这么说了，你说我要是不同意，好像我这个人多小气似的。那这样吧，这两边的矿脉你先挑。等等，你说啥？你是哪门先挑？那我就要这边了。不变了。不变了。真不变了。真不变了。那我只能选这边了呗。对啊，好。哎，别急，俺改变主意了，俺挑那边。换什么换呢？你别说话，就听俺的，就要那边。你，瞅子，你啥意思啊？那就听你姑爷的吧，啊，就听俺的。我跟你说，丑子，我以前就教导过你，这金矿脉啊，就像窝窝秧子上的窝瓜，这窝窝秧子爬多远，爬到哪儿才能接一个窝瓜？别说你我，连老天爷都说不清楚。这我知道。所以，丑子，我提醒你，你考虑好了到底要哪边，你别换来换去的，像拉抽屉一样。我考虑好了，就要这边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要不要再想想？嗨，不用了。丑子，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咱们要相互照应。那咱说好了，要打眼咱一起打，要放炮一起放，免得相互干扰。你看怎么样？好，那就看咱们谁先放槽见矿。那我就提前恭喜你了。同喜同喜。咱们什么时候干？我听老哥的。今天都回家准备准备，明天早上7点在这准时见面。好，明天早上咱们不见不散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反正我觉得这事我想好好的整，跟他们换什么整？赚到钱就够了，真的是早着整就行。爸，你让他们跟咱对着干，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两条路上跑火车，越跑越远，这样他就不会跑到咱们前面截图打绕了吗？截图打绕的规矩不就一次吗？那沾火的规矩不也一次吗？那他们还少沾了吗？还有啊，你把他们放在咱们眼皮底下，咱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监视他们的动向呢。那你让他先挑边干啥呀？你不让他先挑，能行吗？把他嘴堵上，他就不能找后站了。哎，爸，你看刚才吵的那一出，咋不见不散呢？不对，今天老董些怎么这么好说话？他是让我逼得没辙了。哎，臭叔，嗯，他不会是憋着啥臭屁吧？甭管他憋啥屁，这回也得让他放出来。
他在老地方等你。他说什么了？如果你不去，他就一直等。那就一直让他等着呗。姑姑，你去吗？去吗？他是不是给你啥好处了？没有。那你吃这糖是谁给你的？活该！别动！别动！是我的金疙瘩。金疙瘩，有两块，在哪儿啊？在。大力，快点吃，咱们这回不能输给大杨柳啊！瘦子，我听你晚上咯吱磨牙，你肚里有虫了，回头跟大爷说，赶紧买点塔糖打打虫啊！哎，这我知道，吃塔糖啊得空腹，是吗？啊，难怪我夜里老肚子。哎，这就是叫虫子给闹的。走吧，走。哎，山河，哎，
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爱说梦话呀？没听见啊？怎么你爱说梦话呀？我媳妇儿总说我睡觉的时候爱说梦话。哎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呗。让我干什么呀？哟，还照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老站着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尿个腿儿！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二哥，你嘴干净点。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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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干了，干了，走，干活，走。
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您姑爷子跟我说，让我跟您说，他要想跟您换掌子。他人呢？他不好意思吗？这不让我来说了吗？不行。哎，老哥，老哥，其实本来我挑的就是那边，可后来他……后来看见我们这儿放槽建库了，你们就想把这掌子换回来是吧？这事儿怕掉个儿，理怕翻。要是换成你们，你们能同意换吗？老哥呀，您就再大动一回不行吗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点面子你还是应该给我的吧。不是，瞅着你拍拍良心，这些年我少给你面子了吗？那就再多给一次呗。瞅着我跟你说，其实你们这边的金矿脉啊，一点也不比我这边的差。只要你顺着金矿脉追下去，肯定能放槽建库，无非是早晚的事儿。这早一天晚一天可差远了。那要是换了掌子，以后你们再吃亏呢？吃亏我认了，你答应了吧。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把我的话如实的跟我那个混蛋姑爷说，不换。哎，老哥，哎，老哥，老哥，你看。这是没有，反正不是耗子药。我看，说，什么药？一直认为身体不行，身体身子不好，搞了半天你故意吃避孕药，你故意让我断子绝孙啊！但是这休息啊！对，我吃的就是避孕药，我就是想让你断子绝孙。你是个女人，你真够狠的。广和他们呢？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我来。鸡大清早你干什么你？这什么？避孕药。谁吃的？你那宝贝闺女凤兰吃的。少他妈给我扯淡在这儿！不可能。不可能是，他昨天晚上自己都承认了啊！看看看看，还吃饭吃药吧？怎么就是你嚷啥嚷啥呀？没没没，
这没你什么错。我真没想到啊，你们这一家人够阴够损的了啊！别废话了，害得俺们家断子绝孙，赔钱吧。你赔什么钱呀、啊？滚一边去！你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赔钱？没有。没钱是吧？没钱也行，那你答应花长吧。姚红，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？哈，你还记得俺啥名啊？俺都快忘了。你说答不答应吧？我要是跟你换了长子，我们开了阔建了槽，你不后悔？永不后悔。不再跟我捣乱了？永不捣蛋。不再欺负凤兰了？永不欺负凤兰。换了。永不。你答应了？爸，你。我还没改变主意呢，滚吧。你别反悔啊，你可答应了啊。你我跟你说啊。话啊，滚！我跟你说，你可是长辈啊，长辈你忘了，不能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，六亲不认，卸磨杀驴。待着啊！小顺子。走错了，是这边。啊！想不到你小子真把长子换成了，这不还叫亏了我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得着便宜卖乖了。哎，刘警，前面有个大公鸡，就在那个鸡窝头里面打鸣了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大伙儿都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咱们换过来的这条掌子一点不比原来那个掌子的含金量低啊！别无精打采的啊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这含金量倒是不差。谁知道追到什么时候能放槽啊？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了。行，大叔，就冲您这喷嚏，您肯定有福气。马屁精从哪来的道理？叔，你会不会感冒了？爸，要不你回去歇着吧，吃点药。大叔，你回去歇着吧，这儿还有我呢。没事儿，干点活出点汗就好了。大爷，是不是谁念叨您？傻小子，谁会念叨大爷呀？哎，那可不一定，万一是那个如花似玉的如寡妇呢？谁是那小子？听到吗？看我干嘛？大叔打的？不是，第一下是大叔打的，第二下，第二下谁打的？是不是你？你？大力！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啊！大洋再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吃那避孕药。你现在让人抓住把柄了，今后更对你横鼻子竖眼了。妈，我没有。你别说，这事儿就是你的不对，以后那药不能吃了。
以后跟大洋好好过日子。妈还是那句话，将来有了孩子，兴许他就对你好了。妈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这事儿不能全怪我呀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们两个人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。我去医院查了，大夫说，大夫怎么说呢？妈，呀，姐来了，风琴，妈，该给我爸他们送饭了吧？饭做好了。啊，姐，你还好吧？放心吧，姐没事儿，赶紧给爸送饭去吧。啊，啊，那我走了。嗯。吃了。哎，这姑娘，姑娘，向你打听个人呗。谁呀？哎，金牛驼梨树沟田宝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他是我本家大爷。哦，太好了。有事儿吗？这东西，请你一定要尽快的交到田宝家人手里。这啥呀？这是他在县医院做的诊断证明和照的片子。放在县医院好几个月了，都没人去取，县医院又找到我们乡卫生院，这我们领导让我送过来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不用谢，请你让田宝尽快的到县医院去复查，一天都不能再耽搁了啊。哎，他到底得啥病啊？白血病。白血病。你说你田宝大爷怎么得了白血病呢？卫生院那个人说，一天都不能耽误了，得赶紧治。嗯，进屋吧，啊！不用了，我躺在这儿踏实，我清楚我自己。没多长时间，可我不能这么走。我想把我要说的话。你可以听听吗？我听。你说什么我都听。咱进屋说呗。啊，不用了，就在这儿把话说完。这里我心静啊。那你说吧。啊，那一年，日本鬼子在大托山矿撤退的那天晚上，矿上200多弟兄被日本鬼子全部杀害了，其中就有。你二大伯和你三叔，我知道
劫金者的信是从你手里送出去的，可情报有假，游击队没能救出200多名矿工。这件事儿我对你一直耿耿于怀。解放了，我没当上村支书，你偏偏被选上了村支书，我心里不服。休息了那封诬告你是叛徒特务的匿名信，没想到让你蹲了10几年大牢。原本是想出出气，可没想到我的。
是不是又放槽了？没错，是放槽了。哎呦我去，又放槽！哎，赶紧走！小点声，你上天我能听见，这不明显气人家吗？哈，就是要气他吗？哎，放肆！练出金疙瘩，再气他不晚。哎，周司长，俺这次换嗓子，换利落。所以呀，先别显摆。等天佑他们收工了，咱们再把金火煞抬出去。哎呀，周子爽，你不光是聪明，你还挺阴险。去，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我先去叫鸡。哎呀，快去！这一天等于又白干了。怎么白干呢？掘进了十几米的沼子，那叫白干呢？那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放槽呢。这只叫网脉。只要顺着这条金矿脉追下去，肯定能放草建矿。你就听爹的吧。哎，哥几个，回去喝酒吃肉啊！好嘞。大爷，你看，那有条蛇，好像还缠着一个老鼠。那小白鼠，快，把它救出来！大力哥，用力呀！咱进去看看吧。顺子，别进去了，大叔还在下面等着咱们呢。没事。哎，顺子，等，把灯点上。赶紧快！哇，这好像又是一个飞天航道哎。哎。哎，牛哥。这被堵上了，哎，这好像一个洞。这是耗子，白耗子在家。不知道。咱们看看有没有其他耗子吧。哎，顺子，走，回家吧，这太危险了。走。给咬住了，咬住了。